款的。这个这个募款的缘由呢，我们也请我们会长来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呢，好来说明一下。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杨慧雅会长。那为什么要做捐款的募款呢？现在雪库很缺钱，缺什么钱？缺我们身上流动的这一些小爱化大爱的钱，不一定要捐血，但是一定要募捐。那捐这个款呢，可以让这一些需要的人呢，得到一个及时的救护哈。那今天呢，讲真的哈，来募这个款呢，希望大家。有力来共同，有这个爱心，那我们南凤狮子会可以在这一次1000袋的理想目标可以来达成。那我们今天募的款项呢，目标是30万，这30万呢，希望由各位的小爱来募集成30万，甚至超过哈。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来做捐血的募款活动哈。来，我们的里面的有爱心的人，不管你是小钱或大钱，每一份对我们都很重要哈。你们的每一份心意都是我们能够对你们非常大的感恩哈。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开始哈。我们的秘书，我们的财务，然后邀请我们的副财务，然后来邀请我们的。但是来，我们南凤的服务群在哪里？我们的白板呢？好的，大家可以开始算口袋里面的 component。 这个 component 捐出去以后，去丢化把丢化丢化成丢，要看到的来哦，把这一笔善款捐出去了以后，绝对会在倍数的成长回到你的口袋，因为这一份爱呢，它是非常延续下去的。那这一份幸福呢，不断的源源不断的在南凤每一年的捐血募款活动源源不绝的满意丰盛哈。然后我们等白板出来啊，你们大家可以准备，我们准备白板之余呢，你们可以准备你们的新台币爱心喽。多少我们都很感恩。如果不要把金额献出来的人，可以跟我比个赞，我就会知道说你捐了无限的爱心。我们的善
到俱乐部吗？俱乐部。成大，
然后凤凰马的下面。一瞬间，瞬间。多一块钱不嫌少，做公益的心哦，人人皆有之。我们不论对啦，哎，不论金额大小。当然，文灿复兴是我们的秘书长，快快一个小宝贝。哦，秘书没有长，秘书，我们的秘书2000块。1万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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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万8
不好意思上台，那么我们另外有一个管道，也就是呢，你可以直接到我们舞台旁边，我们一楼有捐2000哦，谢谢谢谢我们总务一楼哈，我们有掌声啊，是是是，没错。是，然后我们开放一个管道到我们财务这个地方，直接登记，哦，我们直接派收据给您。好，直接登记，直接派收据给您。对，因为有的人会不好意思上台。来，我看到我的闺蜜们，来，我们的 Amy，Amy 来了 ，Amy， 我们家 Amy， 她属于那种很个性很低调。你们家 Amy 跟我们家 Amy 是同一个人，但是我很爱她，是吗？这是你们家的 Amy， 是我们家的 Amy， 我是同一个人哎。说话